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，闭了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伟，今天出发大凉山，然后现在在路上到这个服务区了，给大家说一下，今天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直播了，到了的时候给大家报平安，一路向前，加油，出发。哇、哦，这边特别冷啊，家人们，今天一天没吃饭，因为本来在这个服务区吃点东西的，结果过年了都放假了，没有卖吃的了。加油，出发了，家人们！我换着开一下车，为小娃一会儿。我用沉默告诉你，我醉了酒，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，那么静，连风都听不到，听不到，飘向天边的云，你慢些走，用奔跑告诉你，我不